这次购物节，布瑞虾可是大获全胜。虽然走向量还比不上那些大品牌，但是增长率可是名列前茅，仅次于腾越。那还不是得多亏了您的帮忙啊！互相帮助。哎，那江总什么时候有时间，过来呀，跟大家传授一下经验。传授不敢当，分享没问题。好，那微信聊啊。哎，徐总，您稍等一下，我马上给你安排会议室。也许失望累积了太多，兑换了魔，把心上锁，反噬若是反驳。